我是邓鲁能，我是一个全职的艺术工作者。我们小时候的接触面其实是很窄的，没有机会碰到其他的地方，所以牛车水对我们来说是好像是唯一一个离开了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之后的一个天地。然后那个天地里面又有藏有很多很多稀奇古怪或者很多大开眼界的一个东西。无形间牛车水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已经很早很早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社区的一个形态在里面。然后到我们稍微年纪长大了一点，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牛车水这个社区的感情的投入就会比其他人跟他不大一样。我们感觉到每一个老人，每一个他们走的一个步伐，他们拿着一些东西或者走的一个步，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我们祖辈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子走做过那个事情，真正的在你身边或者在你的记忆里面曾经发生过的，所以你会对那个东西产生很强烈的那种感情的那种联系，把这种感情的联系怎么带入进你的作品里面。基本每一个作品基本都是从一个人先开始，从这个人带出了两个人、三个人、一个家庭、一群朋友，然后这群朋友里面又有另外一群朋友，所以是很由一个人到一群人，到一群人到很多群人，所以不同的人他们在牛车水的故事，或者他们那些早年的那些生活的故事，全部就重叠交叉成一个比较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树影。然后由这个社会的树影里面，我们再配以建筑物，现在的建筑物或者以前的建筑物，就是新旧加上人事物的一个重叠或者多层次的一种变化，铸构出整个我对牛车水的一种感情的一种印象。你一定得喜欢人，你才可以画人。所以变成我发觉到我的作品，虽然人家说可能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风景画还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还是以人为本。整个城市如果一个没有人，整个城市其实已经是没有存在的一个价值。因为有人的存在，人的互动，人的一种接触感情的一种联系，就让整个城市活了起来，变成整个城市就有了生命力。所以画面又因为有了生命力，所以你画面才开始有张力。当你把作品给完成的时候，或者在创作出来的时候，别观众可以从你的作品里面感受到这种生命力，这种张力，变成让整个由创作到观众那个参与解读的时候，整个一个鉴赏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完成，或者一个整个讯息的一个传达方面，能够更好的传出去。我的创作时间比较长，所以在这个普通人家可能两三个小时，我可能是30个小时才画好一张作品。所以我的在这30个小时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面，我会因为时间或者是环境的变化或人物的变化，会改变了我的作画里面的一些内容，但是大方向是在，但是细节的话会因为整个变化而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你在看他们的交谈之中，你又会得到一些很多珍贵的一些他们的记忆的故事，所以这些记忆的故事或多或少的都会在你的作品里面以有形或者无形的方式慢慢表露出来，让你的整幅作品更有那种生活的一种气息，更接近真正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感觉。道法自然嘛，其实我们人跟自然界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改变大自然，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应该就是说，你去享受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去接受它所有的一切。就好像有些人说，哎，花开很漂亮。
花落不好看，其实不会，大自然对花开花落、树的枯、树的荣都有一个存在的一个位置。其实世界上没有不好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所有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情愫影响造成的。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大自然的万物里面欣赏到美，这样让我们的生活也往做这个美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开来。当你不管是外在或者内在的话，都可以得到一种平和的一种精神的一种和谐的一种感觉。所以大自然其实就是清风明月，你早上起来，风吹徐拂，清风徐来，然后有落花，晚上有明月，这些都是大自然创造出的一些美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愿意去欣赏，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胸，这些所有的美的东西你都可以收到你的怀里，让你的那个生活充满了一种喜感、一种美感、一种平和。但是如果你每天忙忙碌碌，要赶做去哪里，要赶做这个东西，又想做这个东西没有做好，所以变成你一路上走来，你只是觉得时间不够用，然后从这一点去到这一点，走完了之后，这一点这个经过里面有什么东西发生过，你根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心态放慢下来，你可以每一步你都可以感觉到你跟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接触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感觉。你看，可以看到一个蚂蚁搬作家，小蜜蜂去采花蜜，你可以看到一片落叶掉了下来，你可以看到花开，可以看到花落。只要你有一个清闲的心，把自己的心沉淀下来，其实你就很容易的就可以享受到周遭所有的一些美好。